今天是大年初七人日，许多人都到天后宫向神明求个保佑。而三里一行人从保姆车下来后，现场的民众纷纷起哄：“来，心想事成，身体健康。”三人也在天后宫和民众互动玩游戏，活动上三人相互调侃，成功逗乐了现场民众。第三道问题啊，请告诉我三个人里面谁长得最丑？厉害，我看到你，你最好不要小心一点，我来处理就我来处理，不然，请他出来，我来处理你啊，你给答案小心一点，谁长得最丑？来讲，我最丑啦。没有，我说三个里面选一个，三个都一样，丑吧？三个都一样，丑。现场也碰巧有一对新人在拍摄婚纱照，三里把他们叫过来拷问了一番之后，当然也不忘为他们送上祝福。早生贵子，好不好？来，一人一个哈。来拍张合照，好不好？你是谁？妈妈。哦，我以为你们也结婚。要拍照哈。是的，来，我们来拍张合照。恭喜你啊，段丽，恭喜你们哈，恭喜。好的，来，我们来一起看中间。哇，刚好来祝福这对新人。好，在这里我们呢就祝大家马来西亚的朋友呢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，财神爷好运，嘿哦哇啦！谢谢。一期实习记者张建宁采访报道。